那我自己因为是比较害羞，然后慢热，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让我比较自在，真的会觉得就是初恋感觉。不会特别想去闹他，然后对，然后也不是说大家都很开不起玩笑，对，只是大家就会特别。但我真的开不起玩笑。金牛座，对，所以就是跟他默默记仇。对，然后你跟他对戏，你会感觉到他很努力。我和我的四个男人台式东森联合现役。大家好，我是严爵，记得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支持我和我的四个男人哦。